你刚刚我有那个反应的主因，而且我也告诉你，我是有根据，因为我在里头工作过。嗯，我没有必要无地放矢，因为那对我没好处。可是你说这家 HTC 叫宏达的，那他听得懂？他为什么不用新的零件？他有这么多旧的零件来放。上网找一下新闻，有报。新闻有报，他们用旧的零件了，放在新的手机里面了。取报率，所以他的订单被取消，股价下滑，种种的事情。然后再来就是裁我们这一些辛苦的员工了，所以我不喜欢 HTC 这个，不是我特别喜欢伸手。哦，这样，大概就这样了。好，谢谢你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关在前面，收讯比较好的地方，我稍微转一下。好。然后。